你试一下我的手机摄像效果怎么样？到时候婚车的时候过去直接用手机摄像了，我靠！数码相机摄像也不行，摄像机很便宜，买个千把块钱。其实要是搞个像这种显示屏把里面看摄照着的话，像这样看一点都不伤眼睛啊，你不用看那个激光头的，这样看真的是不伤眼睛。当时老刘才过瘾，他问他说：“我就说那个激光炸机子了。”我说：“谁说你的妈？”我说：“你看我玩了一年，见我有什么事不？”笑死我了。我在老王那里还是没怎么玩。你一消息我就在搞，我还没怎么玩，一个月两三千是你还是尽量用少用眼睛看。这能录多长时间呢？四G，起码可以录个四五个小时。人家都请摄像的，人家摄像都省了，自己搞。还有设置光盘，那是人家婚庆服。